去年四月，56岁的黄姓被告追求通讯行女店员不成，竟然开车一路跟踪，猛力撞击甜美的女店员，将她撞成重伤后，强拉上车掳走，还再到空屋捆绑，断绝她向外求助及送医的机会，导致女店员伤重死亡。法院一审以杀人罪判处被告无期徒刑，褫夺公权终身，家属很失望。不是我们希望的，他的计划真的很缜密，然后又一直矢口否认，然后证据明明在眼前，还可以睁眼说瞎话。最重要，他还有前科，也是类似相同的记录。你要说他可教化吗？合议庭判决指出，考量被告已经56岁，而无期徒刑依法得执行超过25年才能假释，将被告判处无期，长期与社会隔离，纵使假释也超过80岁，再犯的危险性已显著降低。对此，家属难以认同。已经1年又4个月这个审查，对我们家属来说，真的是很煎熬。所有的家属、太太、认识的朋友、亲友，都一致希望是死刑。女店员惨遭跟踪并杀害，引起社会关注，促成了跟骚法的立法。家属不解，被告手段凶残，而且是累犯，为何不判处死刑呢？我国加入了两公约之后，审查之后认为说被告没有教化可能性的情况下，才能够判处死刑。中地方法院在审酌相关要件之后，认为被告仍然有教化可能性，所以因此没有判处死刑啊。那当然，这个案子将来如果检察官上诉，那当然有可能二审法院会有做不同的认定。对于一审判决难掩失望，家属表示，为了让社会更安定，不要一直倒退，他们会提起上诉。TVBS 新闻叶凤达，屏东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。邀请您订阅，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